3600一平，哈尔滨呢？咱们是人行横道封闭道路安全拍摄，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厢房区，在我身后有个小区叫恒隆华府，这个小区的对面呢就是万达广场。特意从山东烟台回来的，知道那个鬼哥今天这两天在哈尔滨拍视频。昨天晚上下飞机回来，有两套房子要出售，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先不用慌，咱吃点饭啊，先吃点饭，吃点饭，吃点饭。别，不慌，房子再着急也不慌。不是，先忙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，你听鬼哥跟你说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下边还有很多事儿，咱先把正事办了，行不行？走，进去吧，别撕巴了，走。别说呀，这小区往里一进，这个绿化挺好啊。这个是2019年元旦进户的，我搁那边做旅行社啊，这是也是现在手里边想用钱。由于口罩影响，烟台那个生意做不下去，回哈尔滨卖房。生意影响太大了，啊，这旅游行业这几年，这是苟延残喘呐，哎呦我天，夹缝中生存。幸福医院，嗯，离这个省医院也不远，传染病院，还有这个德强学校，私立的。走，先走。哎，这户跟这户，这两户，这两户都是你的，这个是毛坯的啊，这是毛坯的，这是装，这是南北通透的。哎呀，你这厉害呀，还这家伙高层还整那个一梯两户都是你的呢。哎呀，一进来是洗手间。这个高通水的意思，空气那个湿乎，那话能湿润一点啊。要不这个装修不容易开这种。完这套窗，所有全屋的门窗都换了，换都重新换，空气性特别好。这厨房行，够用啊，厨房。你啥意思啊？拎包就走，屋里东西都不要了？啊，最适合的咱们这个哈市周边的县市区这些小年轻人，不想给老人添太多麻烦的。装修中规中矩，是不是？这都扇子呢，扇子怕着灰。这是主卧。行，不还一个吗？还一个，那个就是着急，先看看呗哈。看完回这屋的了。行。没事吧？这屋是多少平？这屋是74平，2室1厅。74。纯南向。太黑了，这是不是太黑了？这阳台挺大。两个卧室，这边是次卧，这是主卧，这个还可以打通，打通之后变成1室1厅，这会儿变个大通，行，看差不多就行，行了，行，大姐看完了，我们上去吧，你忙去吧，大姐，鬼哥，我也是听说你这来哈尔滨的，我这也是使劲往回赶，你来一次机会难得，你想。让你帮我把这个房子给我拍一拍，张罗张罗，也是挺着急用钱的，做的旅行社这行业啊，太难了，现在员工什么也挺多的，没法儿。像我一样信任你的，我希望粉丝来找鬼哥，两个字儿，我肯定让他得劲儿就完了。你这么的吧，就先说这屋啊、这屋少多少钱不卖？47万。多少平？97平。4800，哈尔滨装完的电梯房，是顶楼。你就是那屋呢？那屋啊，最低27，3600一平，哈尔滨呢？确实，你确实挺诚心。这说实在的，你这样有诚心诚意的，两个打包一块70。你们感觉在哈尔滨市厢房区这样的地理位置，在评论区
留下你们的评论。好了，这一期哈尔滨探访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